着重加强，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。操作完毕后，点击地平，吸力出水量调最大，进行清洗管道，用拇指按压水磨头，松开，按压，松开，反复清洗45遍即可。水磨笔清洁完毕后，更换软胶头。返回点击第一瓶进行补水。调节吸力出水量。点击开始。进行操作。根据顾客皮肤轮廓线短距离向上提拉。如皮肤敏感者可点按操作。如遇毛孔粗糙、油脂分泌旺盛者，可先用 A 瓶清洁皮肤老化角质，再用 C 瓶深层清洁，起到嫩肤、提亮肤色的作用。注意，每次更换操作瓶时需进行管道清洁，才能进行下一项操作。水氧雾化笔，将产品倒入容器中，点击屏幕开关，拇指扳动雾化笔的开关，根据顾客皮肤的轮廓每条线向上喷，若客户皮肤不敏感可代手操作。两极射频，眼部涂抹凝胶，操作眼部，选择合适的能量，建议五起调，选择一赫兹，选择连续模式，点击开始。根据眼部的轮廓由里向外提拉，双眼操作时间为8至12分钟，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。全脸操作完毕后，使用石邦医用创面修复面膜15分钟。下面开始仪器维护，清洗水磨笔手柄，点击地平。首先将出水量、吸力调到最大。点击开始，用拇指按住水磨头5至10秒，然后松开拇指，重复8至10遍。清洗完毕后，将水磨头取下，可用细毛牙刷把污垢刷干净，或用酒精和生理盐水浸泡1分钟即可。当整瓶稀释原液都用完，必须用 A、B、C、D 瓶装上温水，再次按照清洗水磨管道的方法重复清洗，防止管道堵塞。清洗水氧雾化笔。将温水放置精华小瓶中，将温水喷完为止。点击开始。取下冻养手柄上的橡胶头，用清水清洗即可。冷热活肤手柄、射频、超声波使用完毕后，用温水擦拭即可。
将手柄放置在相应的位置，防止跌落。运输仪器时需将仪器里的水全部倒掉，避免运输过程中水回流至主机。